小姐。是是是，有什么话好说吗？您要是我说啥？说一些感言儿。感言儿。感言儿。是关于啥的感言？关于这个展览的感言。是，他非常的友善，特别是在我实际在他的时候，他一上车他就跟我讲笑话了。是，挺简单的一段。你说说你的内心话，别那么虚假，你说内心话是呗。也没什么内心话，我只是非常的感谢。Hey you， 你不能这样花心。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站在前面在这，水晶车而已。我要大众全部焦点都是掌握在我身上。马赛克，等一下。OK， 回来。大家好呢，今天我是从香港回来的那个呢。今天我有什么感想呢？感想就是，谢谢。来，台湾来的小朋友，萨瓦迪卡，优南优改卡，萨瓦迪卡，卡卡，打不打？懂怎么打不打？我不打，还不打？不打呀，不打呀，广东的，不打。请问对这个展览感想如何？感想啊，完成的蛮好的。有想要打马赛克的话吗？实际上是没有啊。你想要对展览里的工业主题说的话吗？那就拜拜。请问对这展览有什么感想？
啊，那个广告主持人，马赛克。身边的那些同学有没有话要对他们说的吗？我很爱你们，我真的真的很爱你们，除了文玲。马赛克，你又对我分手了，一些但每一次都是你。谢谢。我们只是旧一点啊，想抱怨一下而已。其实我也是爱文玲啊。来，来啦嘞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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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小就欺负我，知道吗？从小学的时候就每天不停不厌的欺负我。不行不行不，我真的想，我可没有啊！马赛克，马赛克，马赛克！OK， 快点组织大兵！没有啊，白面书生，有点酸了，开动起来！啊，来，穿越呗。今天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很冷。可以就希望是绿叶了，啊，绿叶了。我还在画问你。啊！不是，他是要搞完的。请问你的请问你的理想女友是什么类型？哎！有啊，马赛克。马赛克，你要过。我说马赛克，请问马赛克是谁？为什么还是出来？马赛克，马赛克是小三吗？我是马赛克，我也是马赛克，我是谁？没有，马赛克，我是马，你是赛还是克？我是马，我是赛。我来总结是马赛马的便便。重来，我不要再总结。我是马，我是克。我是吗？我是 SAI， 我是哥，我们是马赛。